你母米啊，不是跟顺祥等来吼，这个工工厂安尼转来去转去哦，都讲米啊，该天来啊。阿母啊，我妈讲了，我刚跟顺祥爷讲哈。顺祥啊，啊，你进来啊？阿母啊，吃拢顺祥。哎呦，你看啦，啊，两个讲炒到迄个菜，敢袂吃着？来，吃拢吃拢。我来炒一个菜，你吃。老师，今天搞不到啥。顺祥呀，啊，你唔做无用诶，啊，今日转来吃饭，啊，你唔是讲伫外口做一个人请伊吃饭？我转来吃饭，你无欢喜是？无啦，顺祥呀，啊，我拄好讲个话哦，伊拢无听着哦，啊，你唔通生气呢。啊吼，米桥啊吼，甲天台啊吼，个代志哦，嘛是工厂咧传的啦。顺祥，无啦，迄毋是咧讲你的意思啦，迄是人咧讲的啦。应该讲的你拢讲，无应该讲的你嘛拢已经讲啊。顺祥呀，莫生气啦，拄才讲的话吼，我也讲唔对，我收转来，我即摆吞落来，我拢甲吞落来，好。歹势，目屎擦擦的。讲就讲啊，我拢已经听到。我叫你准备迄个人，你准备好势未？当然，你放心，价钱甲条件我拢甲伊讲好势啊。这案件还未送地检署的进程，赶紧将武勇甲我报出来，有听？是。你会使走？范局的，多谢你的特别照顾啊，有会有期啊。但是要惊死人啊！啊，目睭瞪甲大，你入啊！哎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会当走啊？老检官，外口车真济啊，拢无生目睭啊！你若骑倒来巡逻，就较注意个。好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啊，无你去啰嗦哦。我真无简单，搭上武雄啊了着，是安怎样啊？尔简单就将你交保？牛就是牛啦，啊，牵到北京嘛是牛，无计划啦。你，阿母啊，真的，你嘛真的，我嘛食，来，阿姨，好，这多好，你拢伫咧哦。到时我的咖啡厅来开幕哦，大家拢爱到阵来捧场哦。好啊。你哦，新开幕，八只优待。哎呦，波动啊！你生了才搞恁爽，安尼专工送这优待券来给阮哦。应该啦，到时恁若来，我嘛是同款爱分予恁啊。啊，咱拢是家己人对无？我亲身送过来，就敢若亲像来邀请恁同款啊。来就送，只要搁拿钱，摕这有啥物路用？阿母，来，哎呦，老师，容易啦，直接去啦。到时恁若来哦，我免费招待你啦。啊，来这套，既然安尼，我搁较唔免摕这，对无？老师啊，啊，你要叫人免费招待？人伊即马是咧做生意咧，啊，大家若拢像你去吃免钱的生意，要安怎做啊？啊，老师的生来是家己兄弟，请伊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好，老师。哈哈哈。波动啊，你即马咧乖乖咧做生意吼，恁阿爸一定上欢喜。是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打拼，做阮阿爸看，啊，佮有，互我心所爱的人。嗯，但你看要怎啊？你好歹甲我什么关系？你哟，你哪咧咧讲话啦？春香的代志，我还袂找你算账的。嗯，啊，春香的代志早就过遐久啊，啊，你还阁记条条？伊是我上好朋友，我当然记条条啦。我拄仔甲你倒反，我早就拢放袂记你啊。你看，我即摆毋是重新咧做人啊，认真打拼咧做生意啊。哎呦，波东啊，我听人讲即摆做个生意吼，是无遐好做哦。不但吼，人缘爱好啊，外口爱看，而且阁有真侪应酬，敢毋是？安呐，这公关方面哦，我系足特别注意的啦。啊，佮有外头的人面，我嘛足看啊。啊，准则讲有甚物代志，那顺从安尼做警察对无？拢嘛加减嘛会少照顾啊。我做我的警察，你开你的店，我会甲你照顾甚？我知啦，报道，你一定是开了乌的咖啡厅，所以要来拜托阮顺从兄对无？老师的，你莫有白讲啦。我是咧开了电话光光的咖啡厅，唔是咧暗的啦。那恁上较好啊，安尼是安怎一定爱我甲你照顾？只要若做你正，
是啊，一定爱靠别人。我想讲，咱家减嘛有亲情关系，大家甲咱兄弟啊咧啦，啊互相照顾嘛是应该啊。我咧警告，你最好是莫当去外口后面讲，讲我伫咧照顾你的店，啊若无，我第一日绝对无放你煞。啊，唔照顾就准愈煞，你若着讲啊恁歹听，我也无咧稀罕啦。你最好是安稳做生意，啊若无，我赶快甲你取缔。你，哎呦，好动啊！你讲讲一句，啊恁两个哪会安尼冤家啦？孙中兄，恁哪这生气啦？好动。我唔是你什么兄弟哦，你最好是莫利用我。是啥物人甲你算是兄弟？这人无咧吃亏啦。你，郭董，郭董，孙中英，哎，孙中秋，孙中英，这两个囡仔哪会安尼啊？细汉斗阵耍得好好，大汉来见着面就咧冤家。孙中英，你工作上若有啥物委屈，你着讲出来。你对家对宝堂啊，这尼啊歹，妈妈就烦恼的呢。无啥物，我只是看伊袂顺眼。莫安尼啦，大家自细汉感情这尼好，是安那大汉的时阵，拢无同款。人拢是会改变的，都亲像我的工作同款，不管我是有介意，也是无介意，我同款拢爱去接受啊。假使讲你工作上，若真是予你压力这么大，无赶紧莫做好。你哪会叫我莫做？做警察是我自细汉的志愿，你也毋是无了解。你哪会戆到叫我放弃？你根本就无了解我。你遐尼大声要创啊？你有啥物委屈？敢若知影对金大人讲，你敢要好奇我了解你心？自细汉，咱两个斗阵较大汉，我的个性，我的想法，你敢觉无了解性？是咱两个观念，哪会差尔啊多？我叫你莫做警察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着我好，你就莫管我。金大在哪管你心？你提起金大要创？你也是为着报道的代志来伫咧接济我。你不能对人就抛对人啊！哪能去接济报道啊？你。你骗啦！你骗啦！你一定不是我心目中的孙聪兄。自细我就较喜欢你，你刚刚无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时，你对别人这么体贴，你对我要求这么多。我每做一项代志，我每一摆我拢想着你，我拢想着你，讲你有需要无？杨姑你，你是安怎对待我？你敢捌关心过我？你敢知我需要啥？我真是不知影，我伫你心目中到底有偌侪分量。有我这地位，我爱你爱到心肝头，足艰苦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爱，牺牲前途打算。安怎啦？搁较顺畅冤家是？哎呦，你干那哭，我要哪会知啦？来，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安怎哈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感情这尼啊好。大汉拢无共款啦，孙中英，伊也无像像以前安尼，遐尼疼我，遐尼惜我。哎呦，啊你自细汉甲孙中斗阵大汉，伊的个性你还阁无了解哦。你若感觉讲伊最近无关心你哦，一定是伊的工作出无用个。孙中都是安尼，啥物代志都囥在心肝内。代志也唔肯讲出来，
伊也不过阿母知影，伊是心内底爱。伊若爱我，伊也甲我讲，伊也甲我表示啊。伊无讲我要哪会知？伊对别人真好，对我特别要求。念伊嫌我重，念伊嫌我衰，伊搁讲我袂体谅别人，搁讲嘛唔捌人情世事，唔捌代志。 伊当来我安怎，伊才会帮你啊！淑清，就是会甲你当做最亲的人，而且用伊家己的标准来要求你。不是，我感觉我两个感情突然疏远，伊给我一点安全感都无。我是要安怎？妈。 你要安怎？我真是着急你了。没有，爱情，我来想。只要恁两个人互相有信，互相有信心，安尼你就袂烦恼烦心吼。可是讲人要大汉，才要我好，我感觉无爱大汉。 我感觉要像细汉安尼，永远是安无安全，大汉就艰苦的妈。嘿，蔡花啊，你看我穿安尼好无？哈，水，安尼看起来咧少年咧十岁哦。哎呦，乌白讲，阿爹，今仔好来去啊。 这哦，开业时辰，就爱看哦准时，你知无？你去看文才好未？叫较紧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阿姆，小等下啦。妈，今明仔卖我发去，阿姨安尼，是要咱怎采啦？哎呦，大暗是要叫恁阿爸做啊，是要给阿妈做呢呢？啊，不过人个贵宾足济啊，阿姨安尼错来错咧，歹看啦。无同啊，你太安尼讲啦，哈，你无敢听人伫咧讲哦。 人讲哦，教无嫌猪人斗散哈，嫁无嫌老爸，安尼你歹啦。啊，今日恁老爸哦，变成安尼，拢也是你造成的，啊，你电脑来嫌恁老爸，真无款呢。就是安尼，而且哦，这间店哦，恁阿爸嘛有甲你投资的呢，啊，若无你若开会成。啊，好，是伫咧讲我啥？好啦，大家拢都好咧等你啦。嘿啦，好啦，行。 报道，啊，即摆开始，你就是这个店的头家，你得做生意，啊，做生意就好好啊经营，啊，我希望你从此以后，才是变成样，好好啊好起来，啊，我知啦。好啊，咱卖阁讲啊，时辰唔通过了，来来来，时辰赶好，咱就爱准时到，行来。哦，杨勇，小等者，我吼。 来去放一下炮的吼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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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你要开店，应该嘛来拍一个招呼咧。啊，你话开就开哦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是无啥物啦。想你开店做生意，我嘛是互你大汉钱啊。也毋过恐惊一寡不良的少年来甲你乱店，对你嘛真好，你讲对毋对？所以按照规矩来，阮一个每个月吼，来甲你收淡薄仔所费，你嘛较平安啊。 哇，听你口气，敢若是要威胁我呢？要恐吓我呢？想要收保护费？你是凭啥？诶，啊你嘛真好胆呢！你无贪听话卖哩，阮咧共收钱，毋捌人收袂啦。是安怎才会互你？敢若看起来你真不落的款呢？我看咱毋互你啦，有本事你才来去。你来欠拍你！
安怎？我安怎？是咱错误。是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啊，那一声去得罪到遐个佚佗囡仔，啊，以后咱是要安怎啦？我才无咧惊伊呢，我就是看咱无爱互不后悔啦，看伊到尾对我安怎。安怎？会听下哦？袂啦，这个囡仔，看伊啊平常时安尼放荡到安尼，阁不务正业，啊，即回啊做生意阁真有原则，袂讲安接受遐个佚佗囡仔的恐吓。啊，那这点，你有学着我？那当然的啊，我无一点仔生理，我哪是恁囝？我冇讲过，我袂阁遮尼生气啊，阿爸，我一定要做好囝。嗯，好。哎呦，这个囡仔，你要学恁阿爸的所在要多的咯。嘿，阿是讲哦，以后吼，遐佚佗囡仔若搁来闹的时阵，啊，咱是要哪敢应付？啊，总是袂用安尼一日到唔着，甲因安尼拍来拍去啊。唔爱啊，阿姨，这简单啊，找顺昌啊，伊是警察，伊能甲普通的斗三工吗？要啦，要找伊斗三工，啊，唔敢那请几个客户单。嗯，是安怎？伊哪会唔斗三工？啊，无啦，啊，都宝同迄天去阮家吼，甲顺昌两个人冤家啦，啊，这少年人吼难免意见袂合，顺昌袂啦，袂安尼啦。嗯，啊，两个哪会咧冤家啦？啊，算起来顺昌甲宝同敢若兄弟啊同款，你转去都甲顺昌啊小架势一个，唔通安尼。会啦，我再甲伊讲。嗯，对啊，算起来大家拢是亲情嘛，对无？上好叫顺昌吼，派两个警察来咖啡厅安尼甲徛咧，遐个佚佗囡仔都唔敢来乱闹啊啦。啊无，我等下再甲伊讲看卖啦。妈，我等下啊。妈，顺昌啊，你忝未？要食绿豆汤无？我来开一碗给你。妈，免啦。你今仔日无用规工，一定真辛苦的。我若要食，我等下来添着。哎，啊，搁有代志要做，无我来替你用。免啦，你遮济啦。你哦，安尼自细汉哦，啥物代志都替别人设想啦。有影顺昌啊，啊，迄普通的店吼，敢若讲迄有食囡仔，要去甲伊修补好分呢。有这种代志，那呢以后我落来家中巡逻，免恁遐个佚佗囡仔搁遐找麻烦。啊，不过阿妈的意思吼，是讲看我都派一个警员去因店的家徛，安尼比较较安全啦。这边有可能啦，但阮勤务遐尼啊无闲，人手又搁无够，哪有可能为着保障一个人，搁特别派专人去家保护嘞？我是讲。遐囡仔若过来要安怎嘞？用个叫伊随时敲电话予阮啊，阮随时就用个赶到位。那安尼真好，顺昌啊，我本来是咧烦恼讲哦，你甲宝同冤家啦，啊，你会袂插宝同的代志？妈，我也毋是遐尼啊毋捌代志的人，讲冤讲，输冤输，伊若当着麻烦，我伫个职务上共款来替伊处理啊。你若是会当公私分明吼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！这拢是妈你教我的，你叫我做代志，一定要对事，袂用对人。你叫宝同放心啦，我袂因为甲伊冤家，就无爱去甲伊斗三工。好好，安尼我对何家都有一个交代啊！哎，我来煮汤，我去来看看。妈，我来用就好啊。免啦，你遮济啦，我来创啦。妈，阿碧玉转来袂？碧玉哦，哎呦，这个噪音啊！这几天心情足歹呢，啊，若转来都安尼闷闷不乐，关喺房间内底。顺昌啊，美玉较好伫甲我开讲，伊的心思我是较知影啦。恁两个人自细汉就斗阵大汉，你应该了解伊对你的感情。若是有机会，你应该向伊表达你的感情啊。其实我对伊的感情，伊应该嘛真了解，也无啥物通讲。啊！恁若无讲出来，
伊就安尼家己想家己讲，安尼产生误会呢。其实我嘛真担心，我嘛无希望美玉过得无欢喜啊。也毋过，伊定定表现敢若囡仔共款，我是也感觉伊无法度信做警察的太太。袂啦，美玉真巧，伊应该知影讲伊在选择啥物。伊遐尔爱伊，伊讲伊绝对袂去介意波动，而且迄个心田来吼，只是伊的同事而已啦。这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美玉伊嘛时常伫咧误会我甲金端啊。顺昌啊，阿母问你，你都要老实甲我讲哦，你是毋是介意迄个沈小姐？无啊，我真欣赏伊，伊是一个真有主见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，阮只是好朋友，并毋是像恁所想的迄款男女朋友啊。那安尼就好啦，是讲。若是有机会吼，你应该甲伊表明你甲美玉的关系。妈，人伊也无讲伊喜欢我，我本来好意思开嘴去甲伊讲这件代志啦。对啦对啦，你安尼讲也是有理啦。啊，不过我也是希望讲吼，你会当甲伊表明，才袂让美玉常常误会你。